想你们回来比较，你都压力满足了。这个重复了、啊。对对，重复了，另外的问题。好，等我来，我手下很多。哎，哎，呢、这个奖品问题啦，如果你心情不好的时候，你做什么呢？最后一个问题就是，如果你心情不好的时候，会做什么呢？吃东西。我最喜欢吃东西了，但是因为要保持身材，所以就一直要忍耐。然后我心情不好的时候，只要想到可以吃东西，哇，就好开心。对，尤其是半夜吃泡面，好爽。但是你不可以，好不开心。好啦，今天呢，多谢晒啊，小鬼王，今天来到我哋啦，我哋同我哋一齐搞嘅 studio 啦。咁我哋咧今日嘅问题暂告一段落啊，咁啊大家记住咧多啲收听啊，小鬼啦，仲有明哥啦，咁我哋多啲 follow 你嘅明哥啦。